现在是11月19号晚上，快11点了吧？刚刚我听说啊，这个有战友啊要联盟啊要去抗议，啊说到什么 pass 啊什么什么哪儿的啊，我在这里表达我的态度啊，兄弟姐妹们，几天来有战友呢给我征询我的意见，我可以告诉大家啊，我本人强烈反对任何人。啊，去抗议，我强烈反对，我坚决不支持这个抗议，坚决不支持。我希望大家不要去抗议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我要告诉大家，如果你要抗议，由于你们受到了司法的骚扰，由于你们受到了非法的不公正的待遇，或对你个人的利益带来任何的伤害，如果你一定要去抗议的话，务必。一定要首先咨询律师，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，而且一定要尊重当地的州和当地的警察和游行条例。咨询过律师以后，大家才能行动。我本人是强烈反对的啊。强烈反对，坚决不支持。